先来看看这次抽的是什么。A 赏一个娃娃 ，B 赏靠垫 ，C 赏大毛巾 ，D 赏洗手乳还是沐浴乳的分装罐，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。E 赏杯子跟盘子 ，F 赏茶包跟卡片 ，G 赏杯垫、肥皂纸、发夹、电线束带，最后一赏毛茸茸的鞋子。他のユーザーがプレイ中の場合は、口箱に並んで順番待ち。自由に口を選んで、選べる賞は好きなデザインを選択可能。所以它是很多箱可以抽的。怎么还有剩九张十二个人在排队的？看起来也还蛮多的，来看一下其他页。第三页剩的数量就比较多了。先来随便按一个看看 ，A 赏两个都没了 ，E 赏也一个没了，哦，还有一个 G 赏也没了。再看看别的，这里 A 厂怎么也没了 ？A 厂杯子也没了。再来看看这个。A 赏还是没的，哦，好多东西都没了。果然剩比较多张的东西会比较齐全。来，用电脑抽好了。来抽这个，剩35抽，还有13人轮到我。A 赏跟 B 赏都各少一个了，但是其他就一般般吧。现在从13人到第9人，花了将近30分钟，真的超级久的。看一下剩下什么 ，A 上一个 ，B 上一个 ，C 上一个 ，D 上6个 ，E 上6个 ，F 上4个 ，G 上8个，总共还有剩27。我等了这么久，那话现在还剩26张。都快要无语了。都说没了，剩一个人在等着，点进去都是写贩卖中的。而且其实今天早上本来还有卖那个 slime 的。没了，我下午看的时候就没了。我是点进去
然后又退出，点进去退出。你有登录吗？哎，我觉得这没用的东西。B 还可以有用点 ，B 还可以当坐垫或靠垫 ，C 还有个浴巾。你说剩几张？剩15张，G 赏还剩6个。G 赏还剩六个 ，G 是什么？就最后，不是最后。然后E赏剩3个，然后只剩2个，只剩2种盘子，就表示有一个会重复。然后 F 赏剩2个，就是那个茶包各一个，涂完各一个。它这个沐浴乳的这个叫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地上这个，我以为它是一组的，结果它是一个，也只剩一个人哎、欸。这个就我很不需要啊。是啊，真的。限制时间2分钟。还是不要了。那你也觉得不要浪费钱了是吧？对啊，就剩的这些东西我能干嘛呀？这双鞋子，这种太不划算。而且我就是重复的小样。你说我想要哪一个，我也只想要那盘子而已啊，那个什么。Spencer 那个我也不要，你那夹子我也不要。好吧。那我留给下一个是。留给下一个，我说不定就等之后，就是可能再晚一点或隔天之后，就比较不会这么多人那种，好乱，你看现在很乱。哦，那我就不要了哟。順番待ちから抜ける。我留给下一个人。说真的，如果 A、B、C 还有其中一个在，我真的是觉得可以，但就是，我看这个人他要怎么挑。没想到换我，但我竟然不想要他，我就真的不想要他。我觉得他这个 A、B、C 响都很容易被抽掉。啊！我花了1小时45分，可能没有到45分，说不定我什么都没有做到。我的天哪！